回家喽。回家你很快到一会儿没事是吧？去我老婆了好久吗？这个西瓜。你还弄到这个西瓜要吃个酒不？难道是啊？挂病啊？嗯。好些西瓜。这个包西瓜相当于怀卖一百多喽。这是俺半天包了二三十斤。你半天有十斤没得？刚刚十斤。吃过东西化病人化好吃的。啊，谁懂？嗯。这不逼人。我这个包人可能没了。比这个小的钱。那你说我咱们嘛十二钱不钱是啊十二钱我都是钱有没有不肯的。嗯。十二钱是吧没肯你的病的。俺不要的这个。我的车两车回来过还要的两个。我的钱说便宜了算了。你要给家平找啊。现在去路两中去路给老回去。我去上海看你那样子的一会儿一来一会儿的。你上我厂里买点菜花了是不差钱。那去上东南就发来问厂里什么嘛。要厂里还来问去吧。嗯。那学生那都半面计划那是危机的。那泡一下危机嘛就抓金牛都拿回家吃。那个金牛我泡开嘛就泡了嘛都是危机噻。你看嘛我那鸭子的精神都管得动嘛他说那些危机嘛你是几块人嘛就是常常吃饭。你看我危机也是噻。这是我们省内的小泡儿的。省南先生嘛鸭子是啥都没事的。有那鸭子是哪儿的鸭子嘛。那还啊放一把来肯定也吃。那时候你说我两个都没穷吃我吃的噻，要不我都没吃噻。你给我一个洗干净的饭来给我老口。那再一好到头要了。老板的舌头注意点。再的话也只要过了我还弄个盆盆来装。也洗了洗两刀了。有些带个小伙带我发挥好像一小的啥子好算了啥子要是修我喂把个酱给我姐。不得行了。这包了那么大，你过来走，要长走大点我就。过去有好多车。你走着行了。现在靠哪个接的？长城宝宝。那好多钱会有接接到去？五块钱，那个很便宜的，那一小半块一百几三十多。原来是叫我挑，你也行吗？那拼个干吧，干吧。但是管他小的干人也是不可以用，专业不会。你见过那块也是赚两百挑。那算烤的了吧？我那说，算烤就不要钱。算了嘛，干天用就是干就算个小饭。也是三百八的好。要得喽，翻球喽。开始喽。你们两口子要三分不能。他妈的等风车。在我要是他那人都。这他妈好也好。你多要点车就敢买地的，嗯，我跑一趟了就好。
但是没么过去不想去。他那边吃的生鸡猪嘛，像那香港人，你这种又高手，也吃好高手。几楼？几楼多少？你跑来这些弄好吃的，还是没找好嘛？嗯，都是。你到那也去问我过来去，可是我就这个在一边弄嘛，保守保守。那个到前面呀，都喜欢跑一跑，走跑就退。那有人说跑一跑，这后边家人看到你是那后来跑步没跑着就，哎呀，爱看那个山，看那岩块去，俺还没弄。